动画动穿墙，动画动穿墙啊！今日咧就系、是、好荣幸啊，请到我哋嘅老师傅。你隔篱见到有一位系胡须佬啦，叫做啦吓，系阿黎生我，系黎生，系黎生。咁就黎生咧系我哋动画界嘅叫做老前辈，所以你讲佢叫老屎忽啦。嗱，头先大家见到我哋访问之前嗰条片头咧，嗰条动画短片咧，个导演咧就系、是、阿黎生，阿黎生嘅大作嚟嘅，大作嚟嘅。咁阿黎生咧，我哋喺行内人咧叫佢老爷啊，啊个个人都叫佢老爷噶啦。佢喺我入行嘅时候咧，已经系老师傅，已经系导演嚟嘅。我同佢好有渊源嘅。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喺做动画之前咧，即系加入做动画制作圈之前咧，我有份生意咧系做光碟发行嘅，做光碟发行嘅。光碟发行之前咧就系录影带发行啊，录影带发行。咁嗰个咧就有一个项目，有一个节目啊。咁其实都系几令我帮我赚好多钱嘅，嗰、那个叫成语动画廊，就系、是、以一个大台 TVB 嘅大台一套嘅自创嘅动画嘅一个嘅原创嘅片嚟嘅。成语动画廊大家仲可以喺坊间可以买得到嘅光碟嘅，甚至乎上网都睇得到嘅。都系一个算系一个几经典，我谂可能系分分钟系一个香港原创动画项目嘅第一个项目添啊！成语动画廊好多集嘅，好似有成哇好多集啊，真系好多，唔记得咗啦。我记得光碟啊，就有十几只嘅，十几集，十几只啦，系啦，百几集。其中一位导演咧，就系、是、我身边嘅呢位老师傅阿黎生啊，系阿黎生，阿黎师傅，系望住镜头，黎师傅。喂，其实咧，我喺之前咧，我自我介绍嘅时候咧，即系前几集啦吓。咁我都同大家講過啦，其實香港人呢對於內地嘅動畫業呢其實係嗰個貢獻係好大嘅，貢獻好大嘅。咁當然啦，而家就更加係叫做內地嘅嗰個發展就快過香港好多啦。咁其實香港其實基本上都冇，從來都冇動畫行業嘅，從來都冇一個嘅叫做動畫嘅製作業務嘅。咁其實你点解会系加入呢个动画嘅制作嘅咧？系呢个讲翻好多年前啦，就系、是、我谂应该系去翻呢个八十年代初期啦。系八十年代初期。系咁啊，一个好偶然嘅机会咧，就入咗 TVB， 就喺美术部嗰度做咗都。我想问一下你，自细系冇画画嘅训练嘅系嘛？我冇訓練嘅，嚇冇訓練嘅，我係自己，自己中意畫嘅，係自己中意畫。嗱呢度咧，我同大家講下啦嚇。嗱、呢位咧就基本上咧，除咗係做動畫之外咧，其實佢咧係一個漫畫大師嚟嘅，漫畫前輩。喂，攞你啲作品嚟睇下，攞你啲作品嚟睇下。如果佢可以堅持，你如果唔入動畫行咧，你分分鐘就叻過馬明成啦。嗱呢啲咧就係港漫啊，港漫嘅風格啊，港漫嘅漫畫啊，而家真係。基本上呢啲孤本嚟噶咯喎，呢啲都我谂一个叫做天战，系当时应该系翡翠嘅，翡翠一个另外一个项目嚟嘅。哦，系咩？哦，翡翠同你系发行嘅，系翡翠，系翡翠动画。鬼眼怪异集嘅前身啊，怪异集嘅前身系嘛？咁呢个系一部分啦，即系仲有其他一两个项目嘅。你系做主笔系嘛？可以咁讲监制啦吓，做监制系啊系。咁呢公仔系咪你画噶？公仔唔系我画，但系我系有个所谓指导嘅性质。哦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嗱，动画其实就离唔开漫画嘅。咁啊，我身边呢位黎前辈咧，除咗系做漫画之外咧，咁其实呢个系入咗翡翠之后嘅其他一个项目嚟嘅。系，冇错。咁我逐翻头先你所讲嘅，你自细系冇受过画画训练嘅。冇。啊，中意自己畫公仔嘅啫，中意即系咁，即系讀書不成啦，嗰只啦，基本上差唔多系啦。好，咁你係喺入咗叫翡翠啦，即系 TVB 啦，大台啦，真系。咁嗰陣時一入就係做動畫噶啦。唔係，我入去喺 TVB 美術部做咗都有成。哦，美術部係八九年都有啦。哦，即係做嗰啲係報警。唔係。
是 art 的，是即係 graphic design 噶啦，係 graphic 嘅，係 graphic design。咁就做到做咗五年左右啦，五六年到啦，就公司成立一個動畫小組。動畫小組係動畫小組 ，OK。咁當時人就人方面只係得五六個人到啦，四五個嚇，五六個人嚇，五六個人一個。咁嗰陣時唔係叫做叫做翡翠動畫噶係嘛？都是只是其中一个部门，即是其中一个小组，即是美术部的其中一个小组。哦，美术部即是 TVB 入面的美术部的其中一个小组，没错。做些什么呢？动画，真是动画。做动画，啊，那做些什么动画那时？应该是自己，即是当然就是那个是不是那些即是电一睇到那些片头片尾啊，那些小小的。没错没错，例如一些电视剧入面有些某兩個出，可能需要一些效果的，或者是我舉個例啦，香港小姐，香港小姐就曾經有一段咧，就係需要加啲動畫上去，即係張天愛，係張天愛，大家可以上網睇下，張天愛同鄭少秋曾經喺其中一屆嘅香港小姐入邊咧，做過一個白馬王子、水公主咁上下啦，以我記得啊嚇，入邊咧係有啲雀仔啊、小動物啊咁圍住咧，咁啊出嚟表演下嘅，原來就係你做噶係嘛？係我哋啦，係我哋啦，可以咁講啦。OK， 咁當時都係呢一類嘢啦，咁啊唔同節目都需要有時可能即係收到一個意思，就係話喺某一個節目嗰度要做一啲咁樣嘅穿插嘅。嗰陣時就未曾有呢個嘅翡翠動畫呢間公司。冇，未嚇。明白。即係都係好叫做類，即係其中一個製作項目咁解啫。係，明白。即係冇咩名正言順嘅。明白。咁做咗幾耐之後，就成立呢個真真正正叫翡翠動畫咧？呢個係後。去到起碼都三四年之後的事，即是應該是九十年代，不是，是仲係八十年代，仲係八十年代，仲係八十年代。咁咪我記得我是八六年上去深圳嘅，嚇點解上深圳？嗱，點解講翻深圳咧？就係當時，即係當然我係當時我係只不過一個普通職員啦，我唔知道公司有咩嘅策略啊，或者嘅營運啊，嗰個方法。咁當我知道嘅時候咧，就公司同我講，就係話喺深圳嚟嘅，啊，即係喺深圳開發一個翡翠動畫，就主要咧就係培訓一啲內地嘅人，培訓內地嘅人，培訓內地嘅人，咁啊需要香港嘅比較有經驗或者係資深，稍微有少經驗嘅人上去，即係配合。或者是指導，即是這個工作。咁當時就去到，我記得我是八六年先上去嘅。咁你話嗰陣時講緊四十幾年前嘅咯，三十幾年前嘅咯。咁嗰陣時翡翠動畫間公司喺邊度嚟㗎？喺邊個區域啊？八卦嶺。哦，八卦嶺，我話而家八卦嶺係值錢啦。咁嗰陣時好荒蕪嘅啫，係嘛？係。非常荒蕪。係嘛？好。基本上真係幾個字可以行運嘅。幾個字可以行運。即係只有架的士兜運都係幾個字。咁我想問一下咧，其實無線電視成立呢間翡翠動畫咧，佢係其實佢應該有個目的嘅，唔係話淨係培訓佢嗰個嘅動畫人員㗎嘛，係嘛？佢應該有一個自創嘅目的㗎，係嘛？係呢個為咗為即係我諗佢係一個鋪路啦，即係培訓嗰個首先係第一步啦。係咁當或者某一啲人或者係。比較成熟啦，或者係比較啱，即係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成組嘅運作嘅時候咧，我相信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未來嘅。你一上到去就即係基本上係做啲練習性嘅嘢嘅啫。最初頭好短時間。咁其實你即係基本上啦，你喺香港做一個嘅美術部入邊嘅一個小組動畫小組啦。係。你嗰陣時已經係學識，即係基本上係識。動畫的原理，無論咩叫做嗰陣時冇個台本噶，冇咩叫做完整嘅台本，叫做冇咩叫完整台本。以我所知嗰陣時仲有叫菲林製作嘅喎，係冇錯，膠片製作嘅喎，係好啦，講到呢度咧，嗱下一節就同大家懷舊一下，動畫
而家嘅電腦製作啦，基本上全部都係電腦處理噶啦、嗯。以前咧，以前唔係喎，以前係喺畫喺膠片度嘅喎。我記得我入行嗰陣時咧，我去過一間叫上海美影嘅公司，上海美影好大啦，好、嗯、大啦、嗯，上海美影廠。佢哋基本上間公司咧就係、是、三層嘅樓房啦、啊、但係咧，佢哋有一個地方啊，好大嘅，好大嘅，叫顏料倉啊。嗯，啊，那个颜料仓入边咧装晒好多嘅啲颜料啊，啲颜色啊，嗰啲图，嗰啲仲有好多胶片啊，嗰啲叫马赛克啊。系系。啊，下一集唔系下一节，下一节同大家怀旧下，到底系原始嘅动画制作个嗰、那个嘅大概情况会系点嘅？我哋肝宝嘅主要功能系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同埋减淡色斑。